Woke up at 11 o'clock, I ain't got no job, what the hell should I do today? This feel like some mile, don't give a fuck, oh my god, shut the fuck up, I ain't hearing what you gotta say. What the deal, how you feel, not important. All I'm thinking about is riding in these Porsches, but don't be coming at me with that horse shit. Acting like you know me, that's the worst shit. I know in my soul, Hello， 现在是星期天的早上，不对，星期天的中午。我们今天来吃鸡蛋爆饺，其实就是 Costco 的煎饺，然后把它煎一下，然后打了三个鸡蛋进去，然后把它卷起来。我们今天上20度了。今天早上我们把家里的窗，这边的窗，然后这边还有三个窗，全部都把它擦干净了，现在可以打开了，舒服。现在是星期天的晚上6:40，但是阳光还是超级好。最近我很喜欢做这种中不中西不西的沙拉，就是喜欢放黄瓜，然后小番茄，然后我今天是放了三文鱼，还是吞拿鱼的罐头，还放了芝麻，有时候会放日式的芝麻酱。然后今天我就是直接用那个三文鱼罐头里面的油跟盐就拌一拌，超级好吃。今天还有空气炸锅排骨，看一下。一个人在烤牛扒，不知道成功了没有，因为他已经烤了30分钟有多了，所以我非常的怀疑。哇，这阳光已经看不见你了，老天爷呀！爹们，看起来香一点，至少是看起来。你不要一会儿又是个全熟，你可以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好单独的一块。等会儿这边少一点这个。万一里面要是红的怎么办？不要怪我。你看。你看你切牛扒的姿势，我都不忍吐槽了。我们周日晚饭好了，啤酒、排骨、沙拉和牛扒。Hello， 我们刚刚运动完，现在想来做一个 frozen watermelon 饮料。哇，超级长！我现在想要做一个饮料，是用那个冻住的西瓜来做嘛？我们现在开始。第一步，拿西瓜。我们这边是搅拌机，然后这个是冻的西瓜，然后再拿了一瓶 ginger ale， 然后现在把冻的西瓜放到搅拌机里面，然后再加饮料，再加一点水，不知道，一会儿再说吧。不加冰的吗？可以加，我们只剩3块冰了，一人一块，一人一块。有那个 ginger ale 的味道，有蜂蜜。 Hello， 现在是星期二下午，我想来做一个超级超级简单的酸奶蛋糕。食材就是200克的希腊酸奶，2个鸡蛋，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它只需要15克的面粉，超级超级少。虽然我不知道做出来那个蛋糕这么少面粉会什么样子，但是感觉比较瘦。现在我已经全部把它量好，然后就直接一步搅拌均匀。哇，太奇怪了，这面粉就这样子那么一丢丢，筛了，你没有说要筛啊？哦，15克筛个哈呀！确实，他说搅拌到5颗粒就好。原话，原话是旗袍，那我 guess 是气泡了。
觉得你铺成一个蛋糕啊，一层饼一样，而且没有油哎，倒到模具里就这样哦，这么薄一层哦，不需要油，不需要糖，就让我们觉得有一点不知道会不会成功，感觉不是一般蛋糕会需要的食材。然后烤箱我们现在预热了，烤箱是350华氏度，上下火烤50分钟，对，时间还蛮长，希望它可以蓬起来。我不知道它怎么蓬起来，它不需要 baking powder， 它怎么会蓬起来？ We will see. Alexa, timer for 55 minutes. 1 hour later. 哇，鼓得跟个蒙古包一样。我们的蛋糕出炉了，它鼓起来了。 OK 吗？它瘪了。漏气了，只剩下上面那层皮。只有皮啊？没有东西，里面是空的，我的老天爷，还说要切一下。实在是太难吃了，太难吃了。 OK， 我们的蛋糕剥出来之后，它的定妆照就剩一层黑色的皮，长成这样。这原料就没有一个是甜的，然后你还想它烤出来之后会甜。So weird， 太难吃了，我快吐了，失败扔掉。处理一下人家的尸体。OK， 我们的蛋糕本来是要作为晚餐，然后它失败了，所以我们现在来尝试新的东西，就是用手抓饼卷那个香肠，然后再放进烤箱烤15-20分钟，拿出来吃。网上的图片看着非常好吃，网上图片就长这样，看着是不是很好吃哦？然后我这边这个就包成这样，然后把它放烤盘上，象征性的刷上蛋液。You said keep them closed and be in the moment. So I did my best to make you feel wanted. But what about what I want? What about what I want? And what I wanted was to crash with my dumb friends on. 为什么我能这么白呢？完了，粘住了，而且这个蛋液根本就没有在上面粘住。OK。感觉那个皮没有很软耶，尝好吃，那是人家 Costco 的功劳。我们今天中午吃 taco， 这个是我们自制的 guacamole 鸡胸肉，这边是花椰菜，然后是 taco 的饼。Hello， 现在是星期五的中午，我们今天中午打算吃照烧鸡腿饭，昨天已经做过一次了，有点太油了，今天打算搞少油版本的。那我们现在开始吧。这边已经是用料酒腌好的鸡胸肉，是昨天弟弟已经去好骨头的，因为有那个照烧汁，所以就不需要自己调照烧汁，但是照烧汁也超级简单。现在这个腌好的鸡肉里面，我打算再加一点蒜粉，有一点蒜香味。我们现在加入这个照烧酱，这个是直接在超市买的，然后加一点水，哇，今天超多。这边是西生菜，然后拿蚝油拌一下。我们的午饭好了，叮。Hello， 现在是星期五的下午，我刚下班，今天想要来做芝士蛋糕，轻芝士蛋糕，但是因为我们家的这个 cream cheese 不是剩了很多，所以就是先量 cream cheese 有多少，然后再根据它的量再按比例配别的配料。我现在 cream cheese 大概还剩下这么多。好，那我现在把所有的配料来准备一下。
可以。玉米淀粉十克，没有玉米淀粉，只有普通淀粉。细砂糖四十克。搅拌到没有颗粒就可以了。哦，好烫！淀粉和面粉过筛一下。现在分三次加入蛋黄，但我这个没有过滤的非常的干净，用手过滤。现在倒入过筛好的面粉。现在来打发蛋清，这边是所有的蛋清，然后先加入三分之一的砂糖，我打算再加几滴这个香草精，这个不是食谱上有的，就是它食谱上面说加的是柠檬汁，但是我没有，所以我就打算加一点点香草精，先加三分之一。啊，多了 ，fuck， 变成了一个香草蛋糕了。再加入剩下的砂糖，留一点点，最后低速打发，挂，能挂住。哇，太重了，太重了。我找的这个食谱，它是，华氏度285度，摄氏度是140度，烤70分钟。他说是65到70分钟，我就设了70分钟。那我们70分钟之后看成果吧。它看起来有一点塌，要么就是我没有做成功。对，它长得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我那边还在做饭，我先做完饭再过来搞这个蛋糕。先给它在这边放凉一会儿吧。我要把我的蛋糕拿出来了，好瘪呀！我们做的蛋糕都是没有高度的，如同煎饼，是因为第一次做了煎饼。但是高度我真的是，我真的不适合 baking， 我再也不想做蛋糕了，又浪费材料。我把我可以两周抹的那个 cream cheese 全部都用光了，然后做出来了一个皮。晾凉它会变高吗？不会。香的，你来闻一下。嗯。你看我的蛋糕是不是很蓬、很高、很大？我觉得是好吃的咯。可以啊，毕竟它有糖。它虽然丑，但是非常好卖。不能剩最后一口了，消灭它。好吃。Hello， 现在是星期六的中午，我现在来做一个超级简单的三明治。这边我已经切好了番茄，还有午餐肉，我现在来打一个蛋。
多出来的番茄都可以给你吃。之后再加一点这个紫菜，加在哪儿呢？开头盖骨。哎呀，你这个杯太大，但是水又不够。刚刚我们去 Costco， 然后就买了一束花回来。我真的很不会搞花，好丑啊！我们又做了一次芝士蛋糕，现在好了，拿出来看一下，小心哦。今天我们下午又做了一次，然后是用原来配方两倍多一点点的材料配成的，所以它现在又比昨天高一些。Billy Bell， 我觉得我做蛋糕只适合用勺子吃。你要多少？小小，差不多。小的难切，跟你讲。就这样。哇，今天是宵夜，今天不行。味道。我觉得比昨天还好，好不好吃啊？好吃。你说的诚恳一点。好吃。好不好吃 ？Very well。